轻轻把你含在口中，到天长地久。我是你的小小狗，你是我骨头，就算掉进臭水沟，我也找回咬着走。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 阿油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吃的是三椒肥牛，就是有黄椒、红椒、青椒的肥牛。然后这个肥牛我等了2个小时，他跟我说爆单了，让我稍等一下。那就让我们看看爆单的肥牛到底好不好吃。我每次点那个饿了么的时候，永远都是可以获得赔付的人。所以你们饿了么跟美团之间会选什么呀？哇，你们看这肥牛，这肥牛特别好吃。但是量也不多，而且我是点了2份的量哦，才那么点。好烫啊。你们遇到外卖超时会怎么样？我会先告诉自己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。我有微波炉，我有微波炉，我有微波炉。让电视卡到我脖子。我最近还买了2本李诞的书，还没拆。那个笑场跟那个宇宙超度指南。哦，我觉得李诞女朋友好好看啊，果然有趣的灵魂很重要。我那个青椒、红椒、黄椒里面，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青椒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青椒炒蛋，下饭。黄辣椒的话，就要去吃那个海南黄辣椒。我记得以前我爸，因为我爸头发比较秃，家里面遗传原因，我爸现在爷爷也是秃头，我爸现在早就变成那个地中海还是那个荷包蛋了。
然后他就以前吃那个黄椒的时候吃海南辣，就哇这个头发那个油光锃亮，不是油光锃亮，就那个你知道吧，就一粒一粒的那个汗珠啊，就是那个头皮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这什么金针菇。它这个比较就是泡椒味道，泡椒 VS 红油。Action， 开战。实在是等太饿了，然后那个冬天，冬天还能吃那个涮羊肉，那什么东来顺，这是我知道的，还有那个皇城根，上海也有开，还有那个云南南路上面有那个涮羊肉，哎呀，我这个词一直都读不好。辣椒，嗯。被你们发现我养狗子的时候，它叫富贵，富贵，来，富贵，你们看看，傻小子，傻小子，傻小子，你们不要亲我，我还在吃饭饭呢，宝贝儿，好不好？你先一个人去玩一会儿，很可爱的它。他现在就是在那边，给你们看看。我还是很怕他的，你们有没有养过狗啊？我养的是拉布拉多大型犬，你们有什么养狗狗可以那个想让我知道的，因为我对这方面还不是很懂。大家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对他的。我再去拿一盆，稍微这里还有点，还有一点肥肉。
如果富贵将来在那个视频当中叫了，你们不要骂他，好不好？骂我可以，别骂他。喂，他不理我。刘富贵，富贵你怎么啦？我是不是吃的太嗨了，然后没理你？那算了，那我们下次再看富贵吧，好吗？大家拜拜。